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大革命》。还有一个哎，这也是对话。梅拉里勒梅小姐和阿尔瓦罗·格拉麦提卡博士签了电话记录副本。格拉麦提卡 ，Hello， 梅拉尼吗？阿尔瓦罗，你肯定是在这里来这里的路上了。我在多伦多短暂停留，应该会在今晚大约九点左右抵达蒙特楼。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，就打给我，像是叫计程车、推荐餐厅之类的。我会的。你有看过我寄给你的资料吗？有，而且我有点吓到了。我也是，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你确定那天日期是对的吗？应该八九不离十。我们确信这些图像是在多达巨灾的一两百年后出现的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建筑物，只有几个人见过。你有相关的影片吗？为什么只有静态图像？对于一位圣者，应该会有更多遗传记忆资讯才对。他们确实有，但最早的记忆总是最难解开，他们很难分析。但我们就快成功了。那我猜你会想要找到更多圣者吧？是有打算。我们总是在物色前人的 DNA， 圣者应该是我们最好的来源。我猜还有血瓶，像爱德华·肯威找到的那种。血瓶也是，还有圣物，这些都相当有价值。而且如果我们有幸能找到另一个伊甸碎片，那也是会很有帮助的。那我会把这项列入我的研究之一，任何圣者或血瓶的相关资料，我都会把它们找出来。这真是我想要听到的，谢拉梅，你还挺得住吗？还可以，谢谢。我只是要为今年的 VEX 提前准备，我们目前已经有些成果了。有听说了，我很期待。哦，终于念完了。这些人编剧本真写啊，超长。不过其实还蛮好看的，我还蛮喜欢。哇，这两个裂缝呢已经解决了。上次我们玩到要去找这个宝箱。想刷解一下碎片，就没想到花这么多时间。然后我的宝箱又满了，这真是观众想听到了。千鸟挺得住吗？还可以啦，绿色很亮眼。对啊，这个绿色熊选的。哎，刚刚那个犯罪不见了。我尝试搜一下东西，我的绿色宝箱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拿完这个宝箱，我应该就会有120,000。你们想要先换什么？
费有12万了。不要勉强哦。好哦，你们没有意见，我要自己选咯。选啥？选武器啊，看要换单手武器还是长武还是重武啊，或者是要买手枪步枪。这个好像不行吧，对啊，这个都没开。或者是要换身上的装备。先选哪一种好了，单手武器、长柄武器或重武器。单手。好，单手的话就是这把五指剑，购买。超多的钱就这样没了，哇，升级也超贵，升级就一起升啊。诶，我的等级居然完全没有提升耶。不是厨吗？我一直，那我还是厨哎、欸。什么字？我现在看不到，他说要回到地面上。你打出来了，所以怎么念？现在有人打出来就不看了，我去做这个任务吧。吊死在路灯上，这位悲伤的母亲刚取回儿子的遗物，伴他返回家中并保护他。I've taken a small pendant from his neck.Please, sir, could you protect me as I take it back to our family home? My son, oh, my poor boy. Oh, that's a towel. Death to aristocrats.哦，为什么我要被攻击？哇，等一下，这武器攻击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我死掉！换超强的武器，攻击力超高了，还死掉。不太懂哎，什么叫因为我是女的？要偷走不行就硬打，还有人提。I see your corpse. 用这把剑根本就所有人都秒杀，哎，超强。
se passe quelque chose là-bas. 绿林好汉看到就打。Quel homme étrange. Malfaisant. Vous n'avez pas l'air d'un honnête citoyen. Ouais, il y a 红色在那边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走吧。死了，很逊耶。干嘛这样？不小心没？枪很痛耶。咖啡店一次就收5000多块，也太多了吧？女爵领口的血不见了。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有血。哎，他们抬着尸体耶，是不是？只能慢慢走，只好来观察人群。我看到前面有红色的。太强了这把剑。好，又有人。哇，我的烟雾弹用完了。那是庙会游行的假人，不是很懂。我发现啊，亚诺他可以类比走路。之前爱德华他是只有两段慢和快。At least I have something to remember him by. May he rest in peace. 要有资料库，拉到灯柱那。等一下哦，他不给我按。先按继续。
哇，糟糕，在哪里？啊，找到了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，官方机构制定使用断头台前，暴徒靠自己寻求粗糙的正义，通常都用灯柱来吊死受害者。最有名的灯柱被发现在巴黎市政厅前的市政厅广场，在1798年，人群们死掉了令人讨厌的约瑟夫·法兰斯瓦·富隆德·杜韦，应该是人群杀掉他们吧？什么叫死掉了？他被怀疑控制了粮食供应。在他被处死后，拉到灯柱那变成了一个著名的口号，甚至在流行歌曲中也出现过。我认为这时我们对法国有更深的了解，他们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是《灯柱的故事》，这也是卡米尔·德穆兰最广为人知的论战主题之一。不懂什么两段？哦，就是之前爱德华他走路的时候我推 L， 他是只能选择慢走和快走，那现在亚诺的话我推一点点这样，我可以慢慢走，我可以再走快一点。这样就再走快一点。然后这样走可以越来越快。所以是类比的。Hey, I'll have a word with you. Bloody hell. 见他会控制的人不强。我有不强吗？我有那么弱吗？干嘛这样？摩羯座，难度五星，这我最好是解得开啦。大革命中有很多打错的字，没有修正。之前黑棋也有啊，我没扑到哦。原来是这样，类比走真的比较好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啊，终于抓到了！抓你抓三次，杀掉你哦！他在楼上啊，第一个谜题，统治者集合之地的门面冰冷的对着血腥的处刑地，内心的怒火点燃时也触到身体的震颤。这个我觉得会在刚刚那个处刑的地方，这里吧。目前看到的刑场大概就是这个。有啦，哦，这算是五星吗？为什么这么好找？
说我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办法犯破解？哎，刚刚我杀的人呢？不见了。是这个没错啊。哎，其实根本就不是，符号应该是一样的啊。对啊，符号啊。有 bug 吗？会不会这个不是第一个谜题啊？说不定这里还会有其他的。哇，这边有四个守卫。好，我再看看哦。统治者集合之地的门面对着处刑地，我刚刚是在处刑地，对着处刑地。统治者的话，市政厅，所以应该在这一栋。我爬上去看看好了。有吗？好像都没有哎。感觉就应该要贴这啊，怎么没有嘞？还是其实我要找错方向了。会不会要在更高的地方？也没有啊。没有，哎，有，看到了，什么大歌声会因为急转直下的命运再次响起？我们无需疲于追逐黑暗，现在就是负责掐住权贵吼咽喉的时候。哇，没有想法。
只好去下面那个看看。可以了，莫名的找到一个。在一座古塔外还剩下什么？在朝圣者旅程开始时，克麦拉的口中，这个字怎么念？含着碎片好了，含着记忆的碎片。他说，一块是氛围的压力，另一块则是让一切好转的魔法。古塔外，一边好一边坏。这会在哪里嘞？这个地方还没有解开。如果说到塔的话，它应该会在同个区域吧？先以同个区域来看。那塔，这个区域的塔，好像就这一座哎，去看看好了。刚剩一座塔，他怎么没有做解锁的动作？说什么新的地点？这样我怎么知道是不是这个什么善恶塔？这四周都被包围啦，没有什么一边好一边坏啊。不管，我先爬塔，顺便找找看，说不定就找得到。上去。那上面有个什么啊？哦，我已经解开了。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超扯，最难的就要解超快，有一个不小心发现了。最后一个是运气超好，完全没有头绪也找得到。被废弃的那座修道院塔楼，哎呦，运气真的超好！耶，我们今天来解谜了，花的时间超少。这个区解完了耶，还有一个这个，应该可以秒杀的任务。Well, if it isn't my old friend. 杀了信使。I'll get you right. 我要被发现了。到底要怎么杀了信使不会发现？幻影之刃，我用幻影之刃偷射他就不会被发现了。我怎么之前没有想到？
快去穿神装，那个装很强哦。可是那个装不是就不能用绿色了吗？我过完这个再去穿。保卫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果然是个简单的任务。神装哦，在这里吧。没有啊，没有神装啊，没有解开呢。再来就这区吧。诶，还有，还没解完吧？这里还有狮子座。诶，是不是要去护甲之士？有可能，可是还没解完啊。我们家狮子座的观众没有出现。这边居然还有个帽徽。